天，网上这组世纪合照火得一塌糊涂，辽宁男篮的韩德君跟著名喜剧演员潘长江的合影，啥感觉？哎，这可不是 P 图，是真同框。除了55厘米的最萌身高差带来的喜感外，韩德君与潘长江两人长得是不是像的有点过分了？这一颦一笑，一怒一闹，扣篮防守简直神同步，效果满满，毫无违和感。要怎么说，只要你认真找，这世界上总有和你相像的人呢。